谢贤去年收下儿子谢霆锋送上价值8500万港元的豪宅，早些时候他提及此事，自嘲年纪大，并表示这层楼会很快给回霆锋，还叫大家放心。然而最近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，该单位以8500万元即以原价售出，新买家为谢霆锋。据了解，这次成交属内部转让，单位实用面积约1939平方尺，为2房2厅，连一个套房间隔，实用尺价约4.38万港元。对此，有记者向谢贤查询，他透过电话说：“我不回应，这是我的家事。”谢霆锋去年的父亲节礼物特别贵重，他以8500万港元购入浅水湾道低密度住宅怡丰的一个海景房，送给80岁谢贤。单位实用面积大约1939平方英尺，2房2厅，还连一个套房间隔。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，该处房产的买家为谢家玉，正是谢贤的原名。当时谢霆锋的经纪人霍文熙回复记者表示，这层楼100%都是谢霆锋送的，前几年谢霆锋还买了500万的劳斯莱斯给老爸。